谷。大力们，鼓掌振兴欢迎正式启动，祝大会圆满。2022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首部曲《龙王记》八日登场，县长王惠美与彰化县龙舟委员会主委涂淑妹等人在鹿港龙山市恭请龙王起驾，祈求端午节龙舟竞赛及各项民俗活动顺利平安圆满成功。今年呢，我们的这个邀请了我们在地很棒的一些政府哈，那包括有我们的这个班社社区的一个十二婆姐的一个政府哈，还有鹿港永顺公永顺社区的跳舞镇，以及台湾飞龙的这些民俗技艺哦，跟我们的龙舟一起来这个绕境，展现我们彰化丰富的一个文化特色，一起来庆祝我们这项悠久历史的一个这个祭典哦。那特别要谢谢鹿港东区福伦社今年呢捐赠了85万元哦，来打造我们鹿东的一个福伦号。那也在这一次呢，会来参与我们的一个这个竞赛，增加我们的这个热闹哈。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家一定就跟我一样的感受，怎么下雨的？这是天降甘霖哈，因为我们龙王要出动哈，一定爱落一丝啊雨哈，来保佑我们大家平安，让我们这个端午节一系列的活动能够圆满顺利成功。再次感谢我们现场所有协助我们今天所有的活动的所有的伙伴们。今年因为疫情关系，特别设计正义虎防疫箱包分送给民众，希望能为大家祈福，也期望众神佛庇佑，让疫情早日退散趋缓。在今天来举行了，那龙王祭完就是我们的这个庆端阳。那龙王祭今年跟过去不一样，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设计了这个正义虎哦，来送给我们的乡亲。除了呢，让我们庆端阳以外，也希望我们的正义虎能够尽速的把疫情消灭，让大家都能够快快乐乐、平平安安。今天出动了九只龙，那龙生九子，然后呢，透过我们的龙呢，也一起祈福哦，我们来防疫，让百工百业都能够兴盛。今年龙王祭活动特别邀请在地特色义阵一起来表演及彩街，从龙山市恭请龙王起驾，至鹿港天后宫恭迎水仙中王护持，下午并在福禄溪为龙舟开光点睛。天天天清，天地地灵，天地地灵，天灵灵众生，天灵灵众生，天神神灵灵，天神神灵灵。按照你的靠比动作，谢谢点。好，来，谢谢县长，谢谢。完成龙王祭典仪式，王县长邀请全国乡亲来鹿港看龙舟、尝美食、游古迹、玩民俗。公益频道许维珍鹿港采访报道。